好，同样也是国内的消息，大专热舞大赛迈入到第6届，今年是特别和国父纪念馆合作，把正门广场变成了专业舞台，让选手在熟悉的场地争取佳绩，冠军队伍还可以获得出国机会。舞者精彩表演，炒嗨现场气氛。热血的大专热舞大赛第6届适逢国父诞辰150周年，主办方特别把比赛地点选在国父纪念馆，就是想让参赛者学习不放弃精神，并快乐享受比赛。因为国父纪念馆是台北大家一个都会去练舞的一个算是公共场所，然后那边有户外，也有落地镜。学生有很多在那边排练，老师也有很多在那边教课，所以那边算是一个文化交流，然后也是一个大家一起跳舞的快乐的地方。比赛能在熟悉的练习场地进行，选手们都摩拳擦掌，希望能跳出好成绩，因为夺冠不只有奖金，还可以获得出国观摩机会，去韩国做一个进修。然后其实那边的跳舞的东西其实跟台湾一定会有差别，因为文化跟国家的关系。那其实，就学到彼此的优点，这样子就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。而除了比拼舞技，也将选出最佳造型奖，让没能过关的选手还能在打扮上继续较劲。UDN TV 许嘉荣、黄义杰台北报道。